好，我是鸡翅，我又来了，嘻嘻。上一次呢，我的包被两个直男检查了一遍，所以这一次我想，我们也得检查一下直男的什么东西。所以我就想到的第一件就是他们的电脑，不让女生碰的电脑。所以今天我就找来了两个直男去他们家突袭一下，看看他们的电脑里究竟都藏了什么。走吧。放在桌面上的这些东西没什么可看的，要看一下这个瓷电脑。那你也知道我应该是这次来是想找什么东西啊，特别想知道你们直男一般都把这个 A 片啊放在哪。没有 A 片。没有 A 片。对对对，只有游戏，只有游戏。像文档里面肯定没有，迅雷下载，迅雷下载里面是空的呀，这很可疑。没有，我建错文件夹了。照片不要看不要看就让你不要打开看，没什么好看的。电影我们现在华语、欧美、日韩，你看了很多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空的，空的，都是空的，没做很多，真的，你看。这什么呀？都是空的。这什么呀？电影。这什么电影？我看看，我就看看。哇，怎么一打开就是这种画面？这什么画面？那我在家里就我撸一会儿英雄联盟，然后吸一会儿屁股。吸一会儿屁股。对对对。吸谁的屁股呀？我上面都没什么东西，我就几个游戏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，你们别来这套。真的。你什么鬼？等一下，你干嘛？不是啊，怎么？这还正在厕所中啊！你看你这里面，这都什么呀？让我看看。你要干嘛？不是，哎，干嘛？你成年男性有你这成年男性有 A 片，这很正常的事。我不是想看你这里面 A 片。没有 A 片，不是就正常电。知道你这里面有没有 TV 啊？就正常电影，就正常的电影。这都是正常电影吗？正常的正常电影。对吗？对。在这里面找。不，在这里面找。哇！真的都是正常电影吗？情势，日历，女孩。小姨子的诱惑，什么鬼？什么东西？什么鬼？就想问你，你不认识字吧？等一下，这个《蹲监日记》，这个是机密。没有没有了，香港电影。那看完了这个，我们看一下你的浏览记录吧。什么浏览记？什么鬼？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？看一看，你平常对什么感兴趣？大家都很想知道。我要大男的，然后上，我要大男的，都是淘宝，会不会很尴尬？还有什么比两个小鲜肉脚肌更赏心悦目的事情啦？一路虎门啊！你平常都看这些啊？没有了。没有就看了。看看哈，财经，看看财经。对啊，毕竟比较有钱嘛，需要理财。下载 BT 肘子文件，小姐下女入罪，这就下女就是没有。下女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以一种艺术的眼光去欣赏一部韩国情色电影，很正常吗？是吧？这都很正常，卫视视频直播。对对对。你喜欢看直播啊？不是那种直播，我看卫视直播，不是网红跳舞啊、唱歌那种直播。反正我现在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一个优秀的男人，优秀的单身男人。优秀的单身男人。你不准打排位啊，只能打匹配。什么？我是明天要打职业赛的人，好吗？你别开玩笑了，开始游戏。直接开始打。哎，要赢了！是真的要赢了。把那两个人不是开玩笑，把那两个人头给收了去。不是开玩笑，把那两个人头，我真的不行。哎，差点，人头。对，就开了。不是你桌面上就只有一个回收站，这不是很干净吗？你想找什么呀？就平常你们这个单身男性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，对吧？会看一些电影啊什么的。是啊，有看电影啊。劲乐团。对啊。这很直男吧？你没玩过劲乐团吧？没有。要不我带你飞一排？哎，等，我不要这么着，我要像刚才那个办法，朋友们记住了。这里，MP4 是吗？对呀，你这全是正经片子吗？全是纸牌屋？这美剧、日剧、韩剧吗？韩剧你也看？看韩剧有时候也要看一下嘛，就是理解一下这种，不是，也不能说理解吧，就是说，你懂的，你懂的。我不太懂，等会儿。来，你又搜的啥？机密。那没有，你想要不就行了。不一定啊，正在处理它，等着。那一大堆鸡皮，天哪！都是图啊，当然都是图啊，好像并没有什么用。你想什么呢？还有什么？肯定不会放在这些地方的，这都空的呀。不是，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啊。视频下载，我今天刚做过的系统。是吗？是知道我要来，所以还真不是。先别急着，就是这个。